月二十六日，据媒体报道，根据韩国线上调查机构 PMI 对5000名韩国20至50岁的男女进行了问卷调查，选出了2018上半年最佳爱豆演员。爱豆方面，防弹少年团以38.5%的得票率当选一位，之后是 TWICE 23.5%， BLACKPINK 18.1%，妈妈木17.8%，One and One 14.3%。Red Velvet 13.6%等。演员方面，女演员一位是孙艺珍25.6%，郑玉美演员伊南珠 ，IU 等人也榜上有名。男演员一位是朴叙俊29.1%，丁海寅、赵振雄等人紧随其后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